县政府得了便宜又卖乖，当初时伊明明知影讲伊的财源都无法度通啊支应333，还是369，还是老人的假牙补助，还是营养午餐的补助。但是呢，经过议会，因为歹再留子孙，所以希望县政府会当提出排付条款。这排付条款提出来了时，竟然呢到处就说我们国民党删他的社会福利经费，这明明就是白贼县长，这种的我们情何以堪？咱县长啦，敖讲白贼，为着要实现伊的迄个政见，但是伊无法度实现，而来骗百姓，骗咱彰化县民的百姓，而了后无担当，搁将责任呢来撒给议会，尤其369的部分。伊根本吼，搁333，伊根本都无迄个能力来编迄个预算。但是呢，伊将这个责任送予议会，讲议会甲删除，唔可以做。不要啊，就是啊，要来向咱彰化县民要来做一说明。当然，咱五党团结联盟党团嘛，一向拢支持咱县长伊个即个施政的方针。但是，县政府啊，伊个裁员啊，有较困难，有较困难，无通骗出来。但是，伊爱向咱国民来做一说明，唔通将这个责任啊，撒互来县议会来担。这安尼对吼，对议会所有的议员同仁啊，这个嘛无公平。